况实际上正好就是起立，而是正好直接坠进来，坠进来。对，没事。之前的四周一固定就完事了。这个你说不中咋的，这里边都是灌点东西吗？灌点水泥浆是在那儿。哦。对，底下正着了就固定上了，底下就跑不再跑了。对。在上面这嘎达往这边一固定。对。和点水泥里边啦，打上点那个枝子给它支着，外边往里抹是。对，或者搁块画直接画画也。搁块画。搁块画，反正要是。没有啥碰着小孩呀，当时就怕孩子拿抽，这就完事，找个东西正着就不用那个啥了，这边就不用搁那个木了，不用了吧？那是搁木头塞那点啥也不好干。还有熊哥。不搁木头，到时候咱就搁点这个玩意儿，这玩意儿剩下吗？剩了。不能就搁这玩意儿酱奶头放一锅的得了。不是，我这意思跟这个墙，这个跟墙那不对。又没听话。他跟墙就在挨着呢。你说中药不管是什么，你说我才吃多少钱？我吃了半拉月，人家要吃一个月，但我吃了半拉月，然后我们这封了出不去了嘛，然后就没再抓。但是我这个月我确实有感觉，就是痛经好了，然后胸胀胸疼那个毛病也没了，就说来就来了，也没有胸胀，也没有难受，就一点也没闹，就来了也不疼，然后颜色啥的都变了，也不像原来那个色。没有。你不那买，那天买的这个长的那个，是哪是给我媳妇她，我家这玩意儿呢，就不能交给她。搁那个他干嘛？那他说。说谁了呀？对，中药主要是调理。这里干没事，我买几根一早就完事儿了。一根几根的？一根就中。一根就中啊。这个你说啥？他谁找两根啊？谁家有？他没这有。还有一个海棠都有吃呢，是吧？他们就上山杀去了。我那天在大米那找让我砸那个彩钢瓦。行，我去问你。你看大米那，他那肯定有。要两根长的，短的。对。这小猫天天在俺家还不走了呢。嗯。我妈还找呢。啊，你家吗？天天猫猫叫你。他天天在俺家，他也不走，他晚上睡觉，他睡到小屋里头。啊，我和我妈说，我说准是他小，你不让他进屋，他不，他小外边冷，不是上一谁家在屋里头呢，找暖地方了。这玩意儿要是干啥？这是个狼猫，是个母猫啊？不知道啊，人家盘里抱来就正大了，在里头抱来的。俺抱来都正大了，愿不当不在家待。搁那笼子那个抓来的。